兄弟们，你们知道单排九寨圈站个好点有多重要吗？这里本来想去前面站点，但是发现前面那里好像有人。这小子可能老远听到我车声就往石头里面钻了，还好他在进石头的前秒钟我看到他了。我正愁风也满，他还是说换点兽，在后面突然来了蹦蹦。我一看这车没皮肤，我自信心就上来了，哐哐就是一段干拉。我寻思没有皮肤都不小菜吗？我直接干拉上去，没想到这个人是个冰雪，竟然还是本场的埋汰王。这里我刚打完架就害怕前面站点的人过来劝架，我直接呼唤出我家哥哥过来帮我回血。兄弟们，说实话，除了赛季出这个蛋比较离谱之外，光子设计这个机载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的。这里我刚放完烟，前面的人就已经往我这里塞雷了。不是这个人什么意思啊？他刚才没有看到我干拉本场埋汰王的样子吗？兄弟们，真的不是我不敢顶，他那个位置不管多快的车速，四个正常人都可以把我扫下来。兄弟们，其实我是前 KPL 的职业选手，当年我枪法通天，就是因为一波拉枪线从 G 港拉到 N 港，然后竟然被我的教练梦寐之疑了。他当时问我拉了什么枪线，我跟他说别管，我有分寸。然后我就当场退役当起了主播，拿起了单排。这里把车开到这边，本来想从右边上去，但是前面有个小菜，当时某种力量就从我身体里面迸发出来，我直接秀起了身法，但是直接被上面那个人看到了，把他偷走了。我这里趴下，刚想叫我家哥哥出来给我回点血，就莫名其妙挨了几梭子。完了完了，兄弟们完了！这半月之前也没更新，是因为我从手搓换成了陀螺仪。今天呢，就给大伙展示一下陀螺仪的身法，好吧？可以看到前面有个人不知好歹的干拉，我又成功的从撞门眼打了出来。可能是因为刚换陀螺仪的原因，那个手指没商量好啊。兄弟们，从今天开始呢，每个视频呢，我都会有一个读评论环节。第一次开团有点紧张，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？都给我低着点，都给我低着点，知道吗？不过呢，没有关系啊，我也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下辈子注意一点就行了。这有刚读完评论想进圈，然后发现右边有枪声。不，兄弟们，你们自己听，这枪声像不像真人？不是装人机装到这份上，真的有点过分了。不是，这也太气人了吧，这人机装的有点过分了吧。我这里已经鬼跳来到了左边，我寻思一回打倒他，我直接给他一段闪电五连鞭。哎，兄弟们，他露出犄角了，哎，准备出来了。不是这个脖子都在人机吧？不是，坤哥，你这两年半不见，你这个枪声都自带压迫感了。我这里刚开的车进圈，发现前面有个小黑子没有上弹，我刚刚下车趴着瞄他的时候，发现他直接上弹走了。结果我一回头坐车，不是这啥时候坐的辆车还有个人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车上睡着了。我来的时候确实没有看到，不知道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看到。我这里刚进圈站好点，就发现圈边有人偷偷打信号枪。我这里刚把车停到近点，就直接掐了雷，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他的位置，然后呢就一动不动。舔他包的时候，我嘴巴都吓歪了。不是，怎么那么多信号枪呀？我都怀疑他是不是去出了脑打野。有把 G3，我就是狂，就是顶人。别，大哥，我错了。不是，现在弹怎么那么脆弱呀？这里我刚趴下封烟想舔包，结果小蔡就想从我后面来劝架了。看来这架势不马上停车给我一梭子，哎，不是怎么还跑了呀？不是在我面前撞完E3就想跑是吧？不是你这怎么还趴着当老六呢？你这跟谁学的呀？舔了一下包，我就想进圈，想着把前面的点占了，结果发现呢前面的点占有人打架，赶紧下车看能不能偷他一手。也不知道这个人刚刚是不是看到我了，直接往石头里面钻了。看刚刚的淘汰播报，他刚好像还是一把 G3，我这么直接冲过去肯定会被他扫下来。而且刚一回头就来了蹦蹦顶我脸上，哎，这个蹦蹦连车皮都没有，他不会是小菜的吧？直接干拉他。哎，我去，这个人竟然还是个冰雪，一照面就给我来了一个跳枪，竟然还是本场的埋汰王。赶紧回血，也不知道刚刚那个人会不会过来劝架。哎，我去，这个人竟然还扔了雷过来，我还是封烟把 P9连接了，我就跑路吧。但是那个人站的点是一个高点，如果不把他打掉的话，我这把吃鸡应该会难受的。但是他的位置不管我开什么车，多快的速度过去的话都是容易白给，直接满过去肯定是不行的。看看能不能从他另外一车拉上去吧。哎，在另外一车旁边怎么还有个人呀？不过他看起来好像是个小呆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直接上。完了，怎么关键时候我的枪就开始马了呀？不是，我脸上就差一枪了，他怎么还把我人头抢了呀？好像发现我拉到这边了，先打个药，一会开车走吧。不是，我去，哪打的我？喂，大哥，别打，我去。不是哪打的呀？哇去，吓死我了！不是，我真的服了你们这些老六了呀！完了，我这位置已经完全暴露了。这个机载还有冷却时间，我怕我打完这个医疗箱的时间，那个上面的人会被扔雷下来炸我呀！我去，还好没有，得赶紧走了。他现在不扔，他一会可能要扔了。现在场上应该就剩两个人了，一个偷我的，一个在我头顶上的。先把偷我的打了吧，他应该就在我前面。哎，这个石头后面直接撞他。如果我不先打他的话，我一会上去的话，我感觉他会偷我的背身。现在场上应该就剩上面那把 G3了吧？不是，我去，还没碰到他呢，就已经掉了一枪血了。别。我感觉根本没有时间摁机载出来了，我感觉他要扔雷，得赶紧顶上去了。哎，怎么到脸上又不动了？他是不是在掐雷啊？他应该在那个石头后面，给他扔颗火，扔完就赶紧往后跑，以免被他雷炸到。哎，怎么半天没反应啊？别，大哥，我去，给我下的雷都脱手了。完了，又炸到我了，他又在捏雷，不行，得赶紧冲过去了。哎，他怎么突然就不动了？他难道在切枪吗？我去，还好拿的是 G3，不然怎么感觉这把机就没了呀？哎，他怎么自己放弃淘汰了呀？他怎么连自救都不自救一下？我居然发现我手里还有两把信号枪，必须要奢侈一把，全部打完。